我跟您玩一个打画片的游戏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会给你10000块台币。可以用身体来还吗？可以啊。像这样的游戏，你再多玩几次，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扰了。有需要联络我。真的是一二三木头人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彭车？低调低调。哦，小任，怎么回来？这里都是欠很多钱的人，你欠什么？我就欠我的贩子啊，第三张专辑。啊，那要什么？啊，你是欠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欠什么？你都没有在看新闻吗？碰哥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说他。你怎么会来？哎，你欠什么？我没有欠什么，我只是被换掉。我觉得主办单位欠我一个道歉。别动，游戏要开始了。鹏哥，不用担心，这影集我看过，功课做好我才来的。你确定你还需要？我是来保护你的，跟在我后面走就对了。鹏哥，你看，真的没事哎，跟我走，快！哇，还有这一招。真高端！现在游戏开始，我们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抵达终点，要不然我们就会死。你，狼呢？鹏哥，这边，快点，过来！哦，少年的敢袂伤紧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很喜欢看你的 T 塞有玲珑啊。好像过关了。